彰化县第一选区立委补选号次出炉了后，气氛愈来愈紧张。民进党参选人黄进干24号伫咧秀水乡成立后援会，蔡英文总统甲前彰化县长魏明国、县东部主委邱建富、立委陈素月、黄秀芳、施宜芳、洪宗义甲前秀水乡长刘进祥等地方党工作人员以及大批的支持民众到场收听，声势真好。总统蔡英文邀着黄进贤的手，大话当选，搁送上包啊，代表好彩头。要抢下立委席次，蔡英文爱乡亲支持上骨力、上接地气，个人政绩经过评选单位认证，高达88%的黄进贤，予伊入去立法院替台湾人发声。立法院有够多的立委来甲咱收听，安尼即个人就是即届，一定是黄镇燕台拢对阿了。对。所以建议咱的工会就是要顾民生，就是拼经济意思啦，吼，护民主，爱保护咱的民主，啊，咱爱守住咱的主权，这三项代志都是咱做伙爱拍拼的代志，所以三月。咱要扩大来服务咱乡亲时代，所以这回啊，民进党征调正安参选这回这立法委员，而且嘛，要五万乡亲时代肯定正安。法官三是立委拢是民进党籍，因此民进党希望黄进贤会当提下这是立委。民进党主席卓荣泰23号嘛来到河尾替后援会徛台呼选，声势浩大，精心一步一步认真拍选战，希望3月16日完成拼赢这科，摕到最后的胜利。大众新闻林君秀水采访报道。